讲师、各位坛子、各位浅浅，大家好。谢谢站到天师的老千千打的，以及感谢呢各位浅浅给获学机会学讲啊，因为这一次跟下一次啊我们可以把六祖坛经讲完。这个去年的九月二十六号开课呢，啊，到这一个月的九月二十五号，哎，刚好一年，哎啊都刚好讲把六祖坛经呢讲完。那我们今天呢就讲这个六祖坛经里面呢，那个神会奉祀六祖，哦，奉祀六祖以后啊，有机会啊，就是哦问了，啊，这个心中的疑问，哦，所以各位手上都有一张呢，哦，那个神会奉祀六祖的时候啊，哦，他呢啊看这个大藏经。那么在里面呢，啊，有六次有余呀，啊，我们之前哦曾经有讲过，啊，因为各位手上哦没有资料，所以那个时候有听哦，大概没有懂，因为神会呢，他也是哦一方的这个领导者，所以他问的问题哦，并不是蛮粗浅的，哦，可以深入的。哎啊，所以呢，佛学特别啊，把它呢记载，哦，那个呢是从《五灯会员》哦那个第二卷四十二页啊，哦抄录下来的，哦，所以这个呢，我们一般呢啊看那个《景德传灯录》啊，跟《五灯会员》，可能那个机会都不多了。那里面呢，专门啊都是哦讲这个禅宗的这个修持方法。那因为我们讲六祖坛经，啊，就是，哦啊，接近，啊，这一个，啊所有研究，哦，那个信心明心明，哦，永嘉大师正道歌，哦，耳根圆通都有相连观，啊，所以我们重点，哦，就是要明心见性，啊，在这一种背景之下我们容易了解，所以我们，哦，就，哦，加入了这一些哦，比较专题的，比较让我们呢能够哦哦了解领悟。各位对这一些我们所多出来的这一些哈，哦，这个讲义啊，听了以后啊，有没有心得？好，我们要了解说那一些，假如说我们用专题来讲的话哈，那不容易领会。那在六祖坛经里面呢，因为同一个哈，哦啊，那个背景，所以哦容易呀 啊这个进入状况，所以呢就在讲六祖坛经的时候啊，把那一些比较哦能够引导我们进入啊哦明心见性，能够引导我们进入啊我们自己呀，啊，哦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哦那一种呢内容啊，我们来讲述。那我们呢现在呢啊就把这个啊，六个问题呀，啊，哦，我们来解说，哦，因为之前呢，啊，就是概略的哦这样讲而已，哦，并没有详细的哦这个把内容给阐释出来。第一个问题呢，啊，就是神会啊，哦，问六祖说这个戒定慧啊，哦，所用戒啊，哦，戒何物？那么定呢，从何处修？那么慧啊，因何处起？所见啊，哦，不通流，哦，所以这个是哦蛮重要的。这个戒定慧，我们有戒定慧啊，哦，然后才进入啊修道的轨道。哦，有戒定慧以后啊，我们能够哦，有那个哦稳思修，那个智慧啊都会产生，哦。有了戒，哦，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可以拒绝外染，哦，那个凡尘的那个感染啊，我们就可以减少，啊，所以哦那个啊问啊，第一个就问这个戒定慧。那么六祖呢他就回答说呢，定啊即定其心。问的时候啊是从哦那个戒啊先问，六祖回答呢啊，从呢那个定先回答，所以我们呢，哦，心中要有定，哦，心中有定以后，
我们就容易啊处理事情，然后呢这个哦应对进退啊，就头头是道，所以哦啊就讲说定啊就是定其心，哦把我们的那个真心啊，都能够呢哦很笃定的哦能够来这个相信自己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所以之前呢我们讲心明的时候啊，有一句说正信啊调止，哦各位还有印象吗？正确的相信啊我们自己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所以呢我们从佛性本体啊产生哦那个定力，哦那个定力一出来啊就是呢定其心，就整个哦都稳定，我们的真心啊都整个呢都能够定下来，哦所以这个蛮重要啦，是从哦佛性本体产生，哦不是呢我们这个在凡尘哦有空闲的时候参禅打坐啊，那个修哦修来的定，参禅打坐哦那个修来的定啊很不容易成就，很容易破坏，哦难成易坏，可是从佛性出来的定哦，那个不容易破坏，因为它是哦从佛性直接哦生花，所以我们就是要培养，那要培养我们那个定力啊，还是要从哦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哦认识呢佛性本体，佛性本体认识了以后，我们呢把它培养，让它茁壮长大，这样呢那个定力啊，就越来越强，哦我们定力有了。哦，那个智慧啊，自然产生。那有智慧啊，定跟慧啊，它两个啊，互相帮助。哦，定越强，慧越多。那慧越多呢，定越强。哦，互相的帮助。所以六祖答说：定呢，即定其心。那么将戒啊，戒其行。就是哦，那个戒律啊，我们的行为之中，所有的哦，我们的心念啊，哦，心念啊。一个接一个也是在行，那我们用戒、哦、把那个、啊哦、心念、啊、能够呢、啊、这个把它呢消化、哦、让心念呢、啊、不走入啊妄。各位平常的时候啊起不起妄心？我们大部分呢、哦、都会啊不知不觉、哦、起心动念，那起心动念、哦、就已经啊哦，是叫妄哦，他已经呢啊不觉，不觉就是无明，他、啊、无明就是妄，所以我们哦就已经啊没有守戒，哦啊守戒以后啊，就不起心动念，所以哦这个佛教一直在讲说呢，这个度众生呢，哦度化众生，那我们哦要了解到我们起心动念哦。就是众生啊，哦，众缘机际啊而现的生相，众生，众缘而生啊。各位先贤，我们为什么会起心动念？是不是很多因缘际会，很多因缘际会，我们才起心动念，对不对？所以是众缘机际啊而现的生相，所以我们度化众生哦。要先度自己的起心动念，哦，自己的起心动念的众生啊，全部都度尽了，成佛了。所以我们哦，要先度自己呀、啊。各位度自己了没有？有啊，真的都不起心动念了啊。所以以后、哦、我们念头一来啊，就要告诉自己，哦，这个就是众生，众缘机际啊，而现的念头众生了，哦，要把这个念头啊度尽，让、哦、念头消失，这样就度化念头，哦，那个众生啊就成佛了，这样会吗？会，真的哦，很不容易哦。哦，我们起心动念很容易啊，啊不知道说起心动念啊，就是众生，哦，众缘机际啊而现的生相，哦，所以啊，没有因缘，我们不会起心动念，所以动念啊就已经呢，哦，要了解到已经是落入众生，
所以先把自己的众生度尽，让我们呢，心都清净，就回到本性回来，这样呢成佛就很容易呀。那我们念头一直来的话，那六道轮回就不绝，不会断绝啊，绝对是六道轮回。因为念头就是业，我们已经造了业，也就是要受苦。各位前行，什么人起念头？就是佛性本体，不是头壳哦，不是我们头脑，我们都会错觉啊，以为说是头脑起念头，头脑不会起念头。各位就可以看了，假如说一口气不来，头脑都还在啊，有没有念头？没有了啦，一口气不来还有念头啊？那厉害哦。所以我们要了解念头啊，不是我们的脑，头脑生发，念头啊是佛性本体生发，佛性本体啊才有办法生发念头，所以我们只要回光返照，来返照自己生发念头的那个动力啊，我们就可以抓到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认识佛性本体并不困难，跟我们万念放下一念不生那个是一样的，万念放下一念不生那个一个角度是告诉我们去认识佛性本体，然后呢我们去回光返照看我们生发念头的那一个动力那个也是认识佛性本体的一个方法，这个是很敏锐的。各位这样听懂意思吗？懂不懂意思？所以能够起心动念的就是佛性本体啦，可是我们都没有回过头来看怎么样起心动念，我们都呢进入那个念头的内容，进入念那个念头的内容各位前写是不是烦恼很多？是，就已经进入那个是非，进入烦恼，所以只要我们能够回光返照，反过来看生发念头的那个动力，不要去注意念头的内容，这样就正确了。一回过来了，就看到佛性本体，亲不亲切？很亲切哈。所以我们那个要了解说呢，将戒戒其行，因为我们那个行为我们自己造了业，造了业自己要受苦，所以要解脱就是要了解真理，不造业，不造业呢就不受苦。那我们呢怎么样不造业？就是要守戒律，不能做的就是不做，不做了就不错，没有过错没有造业因就不会接受果报，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这个蛮重要的戒戒律就是不能玩火，那个火一玩会怎么样？会自焚也烧我们自己，所以不能玩火，要有那个戒律，将戒戒其行很重要，我们出的地方呢是行为，细的地方是念头，我们出的行为不错，不做错，然后呢细的念头不起歹念，这样呢我们那个戒就会做得很好。所以呢六祖跟我们讲，从自性之中呢我们从自性戒就不会有过错了，这个呢是从源头来做，可是呢我们一般呢都会从现象现象来做。那么性中呢常会造这个是讲那个戒定慧的慧，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性中呢常会照，都有那个智慧来关照，我们呢就是要了解到大部分我们都会精神外放，精神外放就是没有用智慧来关照，所以呢精神出去了，出去以后
哦，神不所胜，哎，我们这个身体呀、啊、没有主宰，哦，那个主人啊不在，哎，所以哦啊会有那个哦过错，会有那个哦啊六贼呀、啊，哎会来偷我们家宝。那假如说我们心中常会造，哎，我们就会啊哎守得哦很理想。那么自见呐、啊，哦自知身。哎，这个呢是对呢，哦，那个神会问呐、啊，手见呐、啊、不通流，这个手见哈、哦，各位浅显，就是有能见呐、啊，有手见，哦，啊能见手见呐、啊，哎，它就、哦、不流通了、啊，就会阻塞。哎，我们在凡尘哈、哦，就是要了解到，哦，要把能手啊双明，哦，像上述啊一问呐、啊。哦，说我们刚开始啊，从有为，哦，有为啊，就是有能熟，到做到后来无为了，就没有能熟，还记得吗？记得。哎啊，所以哈、哦，我们在凡尘哦，哎，就是要了解这个理。当我们开始啊，哦，这个心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啊，都很生疏，那个时候啊，能熟很鲜明。可是呢，只要我们哈、哦，哎，得心应手。巧哦，那个熟能生巧，很巧的时候啊，能熟就双明，没有能熟，所以呢，开始啊啊，或许有讲说，我们呢这个台湾有一个高僧哈、哦，跟那个达赖喇嘛在纽约对谈，有没有？有，都还记得吗？记得。哎，因为那个时候哈、哦，哦，在美国那个纽约对谈啊，有五十几个国家实况转播了，哦，啊，或许是在马路的那个电器行看那个电视，哦，那个实况转播，那个我们台湾高僧一直在发表哦那个高论，达赖喇嘛就举手，哦，然后我们台湾那个高僧就请他说，他说我可以问问题吗？哎，我们台湾高僧说。等到我讲完了你再问，然后、哦、那个达赖喇嘛第二次又举手、哦、然后、哦、台湾高僧又请他讲，他说问题是啊，你讲完了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各位就可以想象、啊、时间是不是很短，很短的时间、啊、他竟然不知道要问什么，所以哦，或许那个时候就看说，哦，这个真的是行家一伸手啊。等到我讲完了，你再问。我想啊，我讲完了，我有能讲的哦内容，有手讲的哦那一些法，能讲跟手讲，是不是很鲜明？就是生昧啊。哦，那个就是生命。那、啊、所以哦，这个很细的哦，因为那个主持人他也不懂这个，不懂这个内容，他不会判断，哎，他就让哦那个哎自己去发挥了，哦，然后达赖喇嘛第二次哦，哦他讲那个说，等到你讲完了，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那个表现哦。没有三心呐、啊，刚才要问的已经过去了，这样了解吗？解那个就是把握当下，哎，所以我们了解到哈、哦，没有过去心，没有未来心，没有现在心，三心没有就没有四相，没有三心四相，各位浅显，当下眼前所现的这一念，一念万年，万年一念。万年前就是这个念，万年以后还是这个念，高不高？高。嘿，他把整个佛性、哦、都呈现在眼前，所以那个不是说记性好不好的问题啊，嘿，因为很多人都在马路边看嘛，嘿啊，那个旁边人在讲啊，达赖喇嘛那一下你啊吼，无记忆，一时啊你都未记哩，不是哦，那个是在讲真理耶。哎，然后他举手发问，人家来讲，哦，敢怕等高辈无礼貌，那个都不是哦，各位姐姐，那个是很慈悲的动作，哎，他告诉我们呐、啊，
真理啊就在当下，这个是很高的哦。哦，你看那个高僧，他还是博士嘞。哦，我们看那个高僧是博士，哦，佛学博士。他那个达赖喇嘛他是实际的哦，在带领啊，他们那边哦，那个整个啊要追求哦那个美满的生活。所以我们要了解哦，那个啊那个修为都哦不简单的啦。然后我们了解说。哦，在凡尘啊，我们很容易啊，落入名相了。他对这个哈、哦、很高的那个佛理呀、啊，哦，我们都很少探讨。假如说哦，各位浅显，我们不解说的话，我们看到他们这样，我们会知道意思吗？知道。真的是不知道，他是在冲啥？哦。不了解说里面呢、啊、有那么多含义在，啊，他也没有解说啊，那个达赖喇嘛哦也没有讲话，就只有这样，他、啊、就结束了，没有讲话，他、啊、所以懂不懂哦，就要看我们自己的哦修持，哦看懂不懂，啊，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要实际在生活之中来实现的、啊。很不容易呢，你不要有三心的话哦，各位浅显容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呢。不过我们要先了解真理哦，不要有过去心，已经过去了。假如说以前被人家欺负啊，我们一直想是不是恶度伤害？以前很风光的时候，是不是回不来？是不是都不好啊？对，所以就不要去想过去，就让它过去。不要有过去心，那未来哈、哦，我们也不用策划。为什么？佛性当下具足，那个策划是我们身体现象要用的啦。哦，那我们佛性的本体呀、啊，不用那个策划，因为你的策划赶不上变化，变化很大了。哦，现象的变化很大。那我们要了解，我们佛性呢、啊，不生不灭，没有这一些东西。所以也不要、用未来心来策划，然后也不用你去把握现在心，因为现在不住。我们说现在已经两秒了，又现在又过去两秒了，对不对？他住得住吗？不住、所以三心、啊、没有了，三心没有四相、没有我相，没有人相，没有众生相，没有受者相，没有四相，三心四相没有，已经佛性圆满，整个呈现在眼前。所以、哦、我们跟佛一样。那假如说我们有三心、啊、我们被三世摄受，我们有过去心，被过去世、啊、把我们摄受，把我们扭起来了、我们有未来心，被未来世、啊、摄受，我们有现在心，被现在事啊摄受啊，三世都把我们吸去，我们要不要六道轮回？要、就一定落入六道轮回、所以我们先懂这个道理、说我们有三心，被三世摄受，我们就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啊，好不好？很苦，对不对？我们人这么殊胜都苦了，那何况是三恶道那个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纵然我们能够有一些福报啊，行一些善事啊，去天道，那天道享福也有期限呐、啊，那享完了以后，哇，又落入了三恶道，修正最好，对不对？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性理心法很重要要明心见性。心明啊，因果不昧，不迷昧因果，见性啊，成佛无疑，绝对成佛。各位有信心了没有啊？有、一定要有、要自己培养，自己本身就是佛，身外没有佛、我们那个了了无明的知觉性啊，就是佛、我们一定呢要、很正确的相信，正信调持正确相信、自己本身就是佛，
然后把那个心啊要调直。各位会调了吗？因为我们的心哦，就像那个小龙在走啦。啊，我们不是找方法了吗？有没有？找到了没？用什么方法？就是用借力，哦，我们把哦那个心啊弯弯曲曲的心意识啊都不要用，哦，我们用直心。直心呢，从性哦，从我们佛性啊，直接发挥，哦，那个呢叫直心，直心就是道场，哦，直心呢，啊，就是我们佛性的场所，啊，所以我们正性啊调直，哦，都呢啊直心呈现，都没有弯弯曲曲的，因为我们整个哈，哦，啊这个社会啊，大部分都是哈，哦，哎勾心斗角。都是哦，用那个弯弯曲曲的心哦在应对啦，哎，所以就造了很多业，就受了很多苦。那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啊，又耀武扬威啊，有没有？哎，大家在受苦的时候都耀武扬威，哦，是很可怜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哦，追求真理、明心见性最重要。哦，我们又哦求到了，又能够呢。哦，遇到了最上圣的佛法，哦，又实际啊能够修，哦，又很容易做，对不对？容不容易做？哇，感觉很困难吗？我们前道要努力的哦，都很沉重，哎，这个负担加剧哦，哦，加重，哦。要了解到这个，哦，我们在怎么样的，哦，苦啊那个生活都不会苦过颜回啦，哦，我们认识颜回吗？他肌肉像单石瓢饮啦，哦，人不堪其忧啦，没有人可以忍受他的生活，可是回不改其乐，哦，他的快乐啊就像我们现在这样都已经得到了，哦，都已经呢进入啊修道的轨道，所以那个外境的哈，哦，那个融入啊都不在意，哦，早死也是死啦，晚死也是死啦，这个是老天跟佛姐说的啦。那我们把哈，哦，自信啊修好就好，哦，把自信修得光明，哦，让它恢复啊本来。哎，所以这个呢要自己努力啊，哦，这个别人帮不得，自己心地好不好自己知道，哦，啊，不好的话一定要改，把它去掉，哦，那个是要我们自己走路啊三恶道，自己心地好，哦，你住相了可以上天道，哦，享福啊，可是享福的时候，哦，又很骄傲，然后呢，哎，以后啊，哦，那个期限一到了，又落入哦三恶道去了，哎，所以我们哦不追求了，哦，那个鼓励呀，啊，哦社会人士啊，哦是鼓励他行十善哦去天道，可是我们修道以后啊，我们是要回归本位，是要哦回到每一个啊都是佛，哦到那个本位，我们那个时候啊。就可以啊，千百亿化身，就可以哦，无量的到达佛世界，哦，无量的佛世界我们都可以到达，哦，而且啊是不可想象的，哦，不只有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娑婆世界是很小，哦，四大部洲里面的一个部洲而已，哦，我们都没有四大部洲都没有哈，哦，这个认识的透彻。哎，假如说哦，我们能够到北俱泸州的话，那人民的平均寿命啊是1000岁。我们有看过哪个地方的哦，人民寿命是1000岁？没有啊，哦，所以呢，我们导师要努力修，哎，我们可以看一看哦，北俱泸州是什么样子？哎，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哦，哦，那个东方琉璃世界，啊，是什么样子？
我们的凡尘的这个范围啊，都是太窄了，那我们呢就是要扩展自己的心胸，努力修持，又很修持的期间啊，又很舒坦。各位先贤，我们在修道的这个过程啊，那个修道的轨道啊，舒不舒坦？会不会晚上呢，这个躺在床上的时候啊，翻来覆去？那个北部前贤导师有跟我解说，那个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很快就睡着了。所以修那个法很好。他以前都是吃安眠药才睡得着的，做了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哇，竟然很好睡，隔天起来精神很好。所以我们了解说，正确的方法，我们越做是越快的，就生活好像在天堂一样。那假如说我们的方法不对了，错误了，那我们就会唉声叹气啊。所以假如说自己呀、是唉声叹气的生活，就要检讨说哪个地方出错，哪个地方不对，要改过，越快乐呢才是正确，修道是越来越快乐，那个才是正确。所以这边呢，我们就讲说所见不同流，因为他有能见，有所见，就是有生灭，有对待，这样了解吗？六祖回答呢，说呢，自见自知身，所以那个所见不通流啊，跟呢自见自知身，各位有没有那个嗅吃那个味道？有没有？那个所见不通流啊，就是已经心朝外，心向外去追求，有能见有所见。然后六祖的回答，自见自知身，自见就是从自己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自己看到自己看到自己的那个佛性本体，然后自己知道它是深还是浅是修的已经够不够程度了，这样了解意思吗？有一点比较轻，有没有？有没有？那个所见精神外放，然后自见那个已经是回光返照已经呢回到本体回来所以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神秀呢是一方的领导者那六祖呢是一代的祖师，所以他的问题啊绝对不是很普通的，浅浅啊安尼俩一点无一深的所在。那么第二个问题说，本无啊今有有何物啊本无今有有何物各位浅显，我们从这句话，本无今有，我们一百年前有没有？有没有我们啊？有啊，我们一百年前就生了啊。是不是本无？今有，现在有了，对不对？啊，有何物？这样知道意思了吗？我们从它文字啊，本无一百年前没有我啦，今有，现在有啊，有我，有何物？有身体啦。然后反过来。本有今无啊，无何物？本来有，本来大家都有佛性啊，可是现在都没有把它呈现出来。这样知道吗？本有今无，无何物？我们从文字啊就可以了解说，他已经在讲这个。诵经啊，不见啊有无意，真是取旅啊更密旅。我们呢在诵经，诵经呢就是要了解真理呀、所以我们会鼓励呀、诵经呢、功德很大，有没有？那个诵经就是要鼓励大家接近真理，经呢就是真理，然
然后我们来诵经呢，哦，就会接近真理，哦啊，接近真理以后啊，就会了解到哦，那个真理里面的含义。那假如说呢，诵经哦，又不知道啊，不见到有无的义理，就是哦，对有跟对无啊，那个完全都不知道。这样各位简简了解到有跟无吗？大概又是朦胧的，朦胧很容易见佛。哦，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哦，哦，有跟无啊，哦，我们要知道说，哦，百年前没有我啦，百年以后也没有我啦，哦，所以这个都是短暂的呈现。那本来有的，本来有就是佛性啦，那现在没有，就是我们没有启发它，没有运用。哦，所以呢，本有尽无，嘿，那有跟无啊，哦，各位浅浅这样了解有跟无的意义了吗？了解了没？哦，蛮重要了哈，有跟无啊，嘿，我们一定要哈，哦，透彻的了解。所以呢，我们呐，啊，哦，不造业的话，不落入凡尘，就没有现象，哦，没有现象啊，没有我们的身体，哦，这个是最理想。哎，那我们既然落入现象，我们就是要修哦。我们修到以后啊，修正我们自己的佛性啊，回归到本来哦，把本来有的哦佛性啊已经呈现，本来没有的哦那个业啊全部去掉哦，这样有无啊那个义理知道了吗？哎，比较了解一点啦，啊，哦，有没有？神会呢说啊，这个诵经不见有无义啊，哦，真是呢取旅啊更觅旅，哎，我们哦取旅哦啊，然后再找旅，不知道呢我们本身所取的啊，哎，我们本身所运用的哈，哦，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呐，啊，哎，它的问哦那个问话里面啊那个含义啊，哎，就已经有哦这个意思在，然后六祖回答。说前念恶业啊，本无。说我们呐，啊，哦，前念的恶业，我们有没有前念？有啊。各位姐，这个蛮有意思哦。假如说我们把前念哦，把它当成有，那我们这个，请问这个什么心？哦，对，我们刚讲的就是过去心，所以哈，哦，那个前哦前念啊，哦跟恶业啊本来都没有，哦没有，嘿啊，所以我们不要去哦记在心上啊，说我有过去什么，我有过去什么，那个全部啊都不要有，哦前念恶业啊本无，本来都没有，然后呢？哦，后念呢善生金有，哦，后念啊，就是跟你那个前念相对啊，哎，就是我们哈，哦，哎，这个接下来的哦那个念啊，就是知觉性啊，我们那个知觉性啊善生，哎，就是从哦我们佛性本体呀，啊，哦那个生花的善金有现在有，所以我们要把握，啊，我们那个了了不明的知觉性，哦。那个后念三生金有，念念呢常行善行，哦，六祖很喜欢哦念念，念念呢就是哦一个念接一个念啊，各位浅显什么念？有善就有恶了啊，哦就两边的啊，所以那个念念哦就是无念。全部念都没有哈，哦，念念，这样知道吗？让我们整个啊都没有起心动念，那个叫念念相续，这样知道吗？哎，就是不要起心动念哦。啊，六祖很喜欢用的哦，念念哎来讲说我们啊保持那个觉性哦，念念呢，然后常行善行。哎，就是所有的哦，我们呢生花的所有一切呀，啊，哎，都是善，没有那个恶啦，
所以、哦、我们要了解说、哦、从前面的那个戒、啊、讲下来、哦、到这边呢、哦、念念常行善行、哦、那个是呢、哦、字面上、啊、这样、哦、表现出来，可是呢在我们心中里面、哦、是没有对待、哦、没有对待的。那么后代啊，人天不久，假如说能够、哦、念念常行善行啊，那我们哦这一生已经过去了哦，就变成了、啊、后代哦，就变成以后的哦，在呈现的时候啊，那么人天呢、啊、就是人道跟天道哦，不久啊就可以进入善道，这样了解意思吗？他讲的六祖讲的没有很高啦哦，也是讲说在我们六道里面的哦，天道跟人道哦，那个是善道。哦，如今呢正听五缘，哦，现在呢，哦啊，说呢神会啊正在听六祖讲话，无极啊本无今有，那我呢本来没有啦，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啊本来就没有，啊现在出生有，这样了解意思吗？了解吗？了解。哦，这个比较哦表面啦哈、哦，那个文字表面的意思啊，我们就可以懂。那么第三个问题，将生呢灭切灭，将灭啊灭切生，不了生灭意啊，所见呢是聋盲。哦，就是呢我们啊哦将生呢哦灭切灭，我们呢要使它呢哈、哦、这个生出来的时候啊，哎它却灭掉了。然后我们呢将灭啊，我们要灭掉的时候灭切生啊。咱要让它生出来，它竟然没去，要让它没去，它竟然生出来，这样知道意思吗？是不是啊、哦、像我们、啊、起心动念、啊、买了卖起心动念、啊、是不是让它消失，可是它却生出来了、啊、真正的、哦、有时候遇到运用、啊哦、事情来了要运用的时候，哎，怎么我想不出来呢、哦、要生的时候它却灭掉了，这样懂意思吗？哦，就是这个样子。啊，不了生灭意啊，就是哦，不完哦，不完全呢了解啊那个生灭的意义，哦，生灭的意义啊不知道。哦，那所见啊是聋盲，看到呢就好像哦那个聋子啊跟盲人，那个聋，这个聋各位知道吗？就是耳朵听不见了。哦，暗盲就是眼睛看不见啦，就是耳朵也听不见，眼睛也看不见。哦，啊，所以第三个问题呢，六祖就回答说：将生呢灭切灭啊，令人不直现。哦，我们呢啊要生花的时候啊，灭切灭啊，却把我们想生的哦灭掉。这样的话呢，令我们哦不执着。哦，不执着呢，在凡尘我们固执的个性。哦，我们在凡尘呢都很执着，啊，所以哦啊，六祖就讲说那一种情形之下呢，就是让我们不执着，哦，我们自己呀、啊，那个现分。那么将灭呢，灭切生呢，令人啊心离见。哦，将灭啊，我们要灭掉呢，它却啊产生。那么这个情形呢，就是要我们人哦能够心啊离见，就是心啊不要住在见，心住在见哦住相，住相呢就烦恼，对不对？住相以后啊，我们的处理方式啊就不正确哦，跟真理呢不相应了哦，为己啊离两边，我们没有离开哦两边。离开生跟离开灭，哦，为己呀、啊，离两边，住除呢生灭变，我们自己呀、啊、要除掉哦生灭的变，哦，生灭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它都是一直变化，哦，一直生灭，一直变化，所以呢，我们就呢，哦，不要住相，这个呢比较哦，我们能够理解，哦。那么第四个问题，先顿啊，哦，耳后见，先见呢，耳后顿，不悟呢，顿见人呐、啊，心里常迷闷。哦，这个顿，
就是顿悟啦，见呢就是见修，哦，然后呢是要先顿哦而后见，还是要先见呢而后顿，哦啊不悟呢顿见人呐、啊，心里呀、啊、常迷闷，哦心里面呢常常都会迷闷，那么六祖呢就回答说听法呢哈、哦、顿中见，哦我们听受呢这个佛法的时候啊，顿哦顿就是马上了解啦。啊，顿中见，哦，就是呢，在顿里面啊，它还有哦那个义理在，哦，啊，你就要渐渐的去了解，哦，顿中见，然后悟法见中顿，哦，悟法的时候啊，领悟佛法，哦，从见呢，哦，见中啊，要有那个顿，所以哦，他呢，啊，就讲哦，他不是固定的。哦、能够领悟啊，就在我们、哦、用心、哦、久了以后啊，那个契机一到、啊，就会呈现。哦，修行呢，哦，顿中见。修行的时候啊，要呢顿中见，然后呢正果啊见中顿。所以、哦、那个顿见啊，那个六字呢全部都把它包含，所以就讲说。顿见啊是常因、哦、是常因啊常住的因啊、哦、悟中呢不迷闷，只要领悟了、哦啊、就不会迷闷，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哦、不要、哦、这个一直推崇说顿法、啊、也不要一直、哦、住在、哦、见法，所以那个顿跟见啊都是、哦、由我们自己本身、哦、去体会哦，体会到啊，顿，哦，慢慢体会不到，他用见，啊，见跟顿啊，在我们心中酝酿，他时时刻刻交叉，会呈现，这样了解意思吗？啊，所以哈、哦，顿见是常因呐、啊，常住的因呐、啊，我们有顿的时候，也有见的时候了，哦，所以哈、哦，我们要了解说，不要呢，哦，固执。啊、不要呢、哦、住在一个、哦、一个井里面画、哦、地为牢、所以顿、哦、见、啊、是常因、哦、这个是第四个，第五个问题、哦、先定后会还是呢先会后定，定会后出何生为正，是先定呢还是先、哦、会、哦、那个后跟出啊、就是它排在后面还是排在前面，那么哦，何生为正？哦，是定先生呢，还是慧先生？哦，哪一个生呢才是正确？那么六祖就回答说：常生呢，哦，清净心呐、啊。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常生呢清净心，定中呢哦而有慧啊。我们哦啊常生清净心的时候呢，定中呢就有智慧。那么一境上呢无心。我们在见就是看得见的话、哦、那个环境景象、哦、一境上呢无心，就是呢不要住，不要住在、哦、那个境的上面、哦、会中呢而有定、哦、会中呢有定，定会啊等无先，就是定会平等，没有先没有后了、哦、定会啊等无先，那么双修啊自心正，就是定也修慧也修、哦、他自然呢、哦、心、啊、就正确了，我们定多、哦、人会昏沉，慧多人会轻狂，知道这个意思吗？我们 定太多慧、哦、不高、啊哦、定力太强智慧不够，我们人会、哦、很昏沉沉的，那假如说慧太多定不够，我们人、哦、表现、啊、很轻佻轻狂，知道吗？知不知道？就是很随便的、哦、认为自己、啊、很了不起，所以要定会、哦哦、平均、啊、知道这个意思吗？因为六祖都会把定会、哦、他把它、哦、平均，那我们在修持的过程、哦、各位浅显就是要了解、哦、戒定慧、啊、有它一定的过程，要呢从戒
哦，我们在凡尘生活，那个哦，戒力很重要了。我们没有戒力的话，哦，我们感染的那个尘垢就会很深。那我们有戒力的哈，哦，我们感染的尘垢啊，哎，就不多。那感染的凡尘的那个尘垢不多呢，哦，我们了解说心就清净，哎啊，心一清净以后啊，定力啊就有，所以从戒啊产生定，定力有了以后啊，哎，我们智慧啊就产生，那有智慧会帮助定力，哦，定力又会帮助智慧，哦，到后来呢，定慧啊才均等，这样了解吗？哎，所以哦，要知道哦，那个收哦，那个收的角度啦，哦，六祖是已经到达究竟了，到达究竟的角度来讲啊，定慧均等。那假如说我们哦还在凡尘，要开始修的时候啊，一定要哦先从戒入手，哦，我们要守戒律，哦，不该想的就不能想，把它列入戒律，一想的啊犯戒，哦啊你都不想，这样的话。坏的念头已经全部去掉了，全部去掉哈，那个恶因呐没有了，恶因没有，再接下来都是善，哦，所以我们要先有戒，哦，那个念头先哦处理好了，再来行为，行为就容易了，哦，我们那个行为一定是呢，哦，我们精神在指挥，哦啊这样呢，哦，那个戒啊，哎，都很理想的时候啊，定就有，哦，定力一有了，我们处理事情呐，啊。轻重缓急分得很清楚，哦，这样呢做哦做起事情哦就呢井然有序啊，哎，所以我们了解说哦啊六祖讲的角度已经是修到哦究竟的时候哦定会均等。那么第六个问题，先佛而后法，先法而后佛，佛法本根源，其从何处出？哦，这个导师哦蛮重要的啦。哦，我们对这一题呢，哦，就是要用一点心。哦，六祖就回答说：“说即啊，先佛而后法。哦，在说的时候啊，哎，讲哦，那个讲经说法，说的时候呢，哎，那个哦，先佛，然后呢，后来才讲法。那么听呢，哦，即啊，先佛而后佛。我们听呢，哎，就是哦，先接受佛法，然后修呢，修正道成佛。”那么若论呢，佛法本根源哦，佛法从哪里出来啊？一切众生啊，心里出哦，所有的佛法都从我们众生的心里出来，所有的佛法都从众生的心里出来哦。各位要记住啊，嘿，佛法在我们的心里，嘿，就在我们本身，这样了解吗？哦。所以呢，因为哦，这个佛学觉得说哦，这一段呢，哦，对我们很有帮助啊，所以把它呢，这个抄录下来，哎，那我们就哦，打开呢这个《六祖坛经》，86页，哦，86页啊，哎，那个哦，神会呢，那个。哦，几世呢？啊，六祖啊，不离左右哦，就是到86页哦。那我们接着呢，哦，就啊讲87页。一日有一天呢，哦，六祖告呢众曰：吾有一物啊，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哦，知人还是否？哎，就是哦，把所有的哦这一些呢，哦这个学道者啊，这些徒弟啊，都把他们呢，哦这个集合来啊，跟他们讲，哦，然后呢，这个神会啊，哦就出来讲，说知佛之本源呐、啊，哎，这个六祖所讲的哦，这个啊内容啊，就是知佛的本源，哦，就是神会的佛性，了解这个意思吗？哎，我们哦，那个佛性的本体啊，就是哦，哦，这个无头无尾啊，无名无字啊，无背无面啊，安尼捌无？捌家己的佛性无？哎，啊，所以哦，那个神会真的他是哦，很喜欢出头啦，哎，
那个已经哦，那个六祖都讲了哦，没有名字啊，他就讲说知佛的本源哦，又讲说啊，嘿，就是我的佛性啦哦，哎，神会他讲他自己啊，那个就是我的佛性。那么六祖呢就讲说，像你道已经跟你讲啊，无名无智啊，你变换作呢本源佛性哦，所以这个就是哦一个印可啊，印证啊。讲的都是对啦，你讲的吼正确，吼，迄都是本源佛性，本源佛性，吼，这样懂吗？吼，那么乳相去啊，有把买吼毛盖头啊，也只成个肢解中途，那个吼毛盖头啊，都是吼有一点成就啦。我们吼这个不是台语讲吼有一块那个草堂看头，就是吼、哦，那稻草啊，起厝有无？啊，那个，那厝的顶头吼、哦，人拢看遐嘛。啊，咱有诶较早拢看稻草有无？有没有？诶，老一辈可能还会知道啦吼、哦，看那稻草，吼、哦、啊，看稻草的时阵吼、哦，诶，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以往的吼、哦、圣贤啊，他们住的房子吼、哦。都是这个样子啦，他们住的哈都很简陋啊，因为哈各位要了解到，我们现在哈有的都大部分住在哈钢筋水泥的房子里面啦，哦啊又是高楼啊，所以哈我们的心呐、啊、跟天的心呐、啊、有隔阂，那用呢那个哈稻草啊，哦那个很简陋的东西呀、啊，心呐、啊、我们人的心跟天的心呐、啊。就相通，所以吼、哦、那个神动就天随啊，神动就是我们动念头，天随就是天理啊都跟着，只要动念头天理都跟着哦，这样是不是可以成圣贤了，对不对？哎，那我们现在吼、哦、住在这个钢筋水泥的里面哦，尤其在大楼底下，我们拿那个电晶体收音机啊，我们到大楼底下是不是没有声音了？那表示说我们的哦，我们的心啊，跟外面的哦已经隔离了，哦没有通透了。嘿，像哦我们坐车啊，经过山洞，我们在听收音机无声，要出山洞声再过来，对不对？嘿，那个就是哦被那个哦那个建筑物啊隔离了。隔离了以后，人心跟天心不通，所以现在就很多哈、哦，都住在高楼大厦，然后、哦、身体都是人呐、啊，可是心哦，都是哈、哦，什么心？我们讲说衣冠哦，底下就变禽兽了，哎啊，知不知不觉哈、哦，我们都变人心作用。Hey, 所以现在、哦、为什么、哦、那么多人为非作歹，就是因为、啊、人心跟天心隔离、啊、被那个、哦、外界、啊、生活、哦、影响、hey, 那我们、哦、就尽量，假如说是住在大楼、哦、没办法要生活、哦、那我们呢有空闲的时候、啊、就跟大自然在一起，所以、哦、我们要了解跟大自然在一起、啊哦、很容易跟、哦、那个天心、啊、相通、哎啊、所以、哦、那个、哦啊、那个、原住民、啊、是不是都比较豪放，有没有、哎、他们就是因为、哦、时时刻刻呢都跟大自然在一起、哎、那因为我们生活环境、哦啊、可能不可能说、哦、都是那个样子啦，所以我们就尽量找时间有空间的时候啊，就不要躲在家里，你躲得太久了会这个忧郁症啊，哦那个不好，我们要跟大自然在一起哦，跟天心啊相通，所以呢这边呢毛盖头啊就是有一点成就了哦，那个六祖呢跟神会讲说呢，这样哦你以后有成就的话，也只成个哈、哦、知解中途啦，哎，就是哈、哦、能够知道了解，哦，要开创呢，哦，就比较哈、哦，哦，没那么哈、哦、这个容易简单啦，哎，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哦，真正的要把佛性啊，哦，那个很深的哦，那个法性啊，发挥啊，哦，真的很不容易。哦啊，我们就是要深入，哦，要了解，哦，要先能够哦知道整个真理所在，然后呢，哦，又能够深入法性，哦，这样呢发挥出来，可以利益众生啊，啊，可以哦自己呀，啊，回归本位。哎呀，所以哦这边。啊，这个讲到呢，那个哦，陈慧莲就到这里。那么底下呢，哦，师见啊，知中难问。哦，六祖呢看到啊，这个知中所有各宗门宗派宗别啊，哦，难问啊，就是艰难的问题呀，啊。这个各门各派啊，他都有那个艰涩啊、困难的问题，嫌起恶心呐，啊，都全部哦。那个嫌啊，就是全部都很起很讨厌的心呐，啊。啊，那一家亲，我那也拢未向，这样了解吗？我们会不会这样？会不会啊？哦，那也拢遐亲，我也拢未向，会不会啊？不会啦，哦，因为哦，我们就是有心要追求啊，哦。哎，这个亲吼，咱拢有法都改改改，对不？不相应啊，改未开啊。然后呢，六祖把他们吼都集坐下，哎，就是把他们都吼召集来，哦，在自己身边，哦，然后呢，敏而畏耶啊，哦，可怜他们啊，跟他们讲。说，哦，我们学道之人，啊，一切的善念恶念，啊哦，应当尽除。所以各位前贤，这个一切善念恶念，哦，应当尽除啊，叫做万缘放下，知道了吗？哎，都不要有善念，也不要有恶念，啊，全部都除掉哦，尽除了，全部除掉，叫做万缘放下，哦，一念不生。那么无名可名这一种状态，哦，没有名称可以说了，哦，名已自性，这样懂了没？我们万缘放下，一念不生呢，那个就叫自性，懂了没？哦，我们从开始的第一堂课啊就已经讲，哦，万念放下，哦，一念不生，自性啊就呈现，哦，六祖就明确的把它讲出来，哦，我们呢善念恶念啊应当尽除，这个时候呢就叫自性，还能了解呗？哦，真清澈对吧？哎，或许都没有骗各位啦，哎，真是的。哦，真心相待，无恶之性啊，我们这个自性啊，它没有恶，哦，是一个绝对的，是一，哦，无恶之性，是名啊实性，哦，实相之性，哦，那个实啊，哎，就是哦不虚，就是不会变，哦，不生不灭，哎，才叫做哦实，哎，实性。那么以实性上呢，建立啊一切。哦，教门在我们哈，哦，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上面呢，啊，来建立啊一切的教门，这样懂吗？嘿，从我们自信哈，哦，来建立啊，哦，一切的方法，让我们都回归到自信。还你知不？只要我们能够回归到自信呢，你用什么方法都可以。这样了解吗？Hey, 所以八万四千法门，哦，都是要我们成就，要我们成仙做佛，哦啊，我们自己，啊，就是要努力，哦，不要呢心外放，把心收回来，欸，就正确了，哦，已经呢跟自信，哦，跟自信佛在一起，哦，自己本身呢就是佛。那么缘下，哦，辨析，啊，自见，欸，就在缘，哦，下哦，言语之下，我们应该呢要自己啊见到，哦，万念放下，一念不生，然后自性呈现，我们自己见到，
见到了没？刚刚有啦，无声啦，有一点怀疑呀、啊，敢是哦，有一点点讲敢是，好像讲闹遐便宜的，安尼都已经吼、哦、能够见性，哦，所以吼、哦、不要怀疑，哦，我们怀疑就没有力道了，哦，怀疑呀、啊、就会怎么样？啊，忘了、哦。怀疑就颠倒了啊，然后颠倒呢会怎么样？哦，就荒意啊，荒意呢？赶快找笔记本。找到答案了没？所以哦，我们呢就是要了解到哦。我们呐、啊，一怀疑呀、啊，哦，就颠倒；一颠倒呢，就晃意；一晃意了、啊、我们呢就悭贪嫉妒，哦，所以哈、哦，我们要了解到，不能怀疑呀、啊。一怀疑哈、哦，整个负面的哈、哦、笼罩出来，哎，所以哈、哦，就是要笃定，要正信呐、啊，调持，哦，很重要，正信调持。那么知人闻说呢，哦，总结。作礼呀、啊，请示为师哦。这个呢，是我们哦讲了蛮久的时候呢，才回到这个地方。那因为我们是准备哈、哦，在下一个礼拜、啊、就把六祖坛经讲完。那后面哦，因为那个哦第十品呐、啊、蛮长，哎，现在不赶快讲一点哦，我们可能又讲不完。哎，然后哈、哦，我们又是9月26号开课。9月25号结束，不是很圆满嘛？吼、哦，对不对？好、哦，那我们呢就看这个护法品哦，第9，神龙延年呐、啊，哦，上延禄，这个神龙延年哦，西延刚好700年，700年，我们现在呢是2010，对不对？哎，啊，它是700，哦，700年。那个神龙延年，哦，则天中宗啊，那个武则天呐、啊，武则天哦，很好佛法，哎，所以我们一般的印象哦，跟那个哦，他实际的有落差。武则天呐、啊，这个则天就是武则天呐、啊，他、啊、那个中宗皇帝哦啊，可是呢，那个武则天他的权柄蛮大哦，则天哦，中宗啊，哦，少云。朕呢，请安秀呢二师啊，宫中供养。哎，那个哦，皇帝啊，他讲朕，哦，他请啊，哦，那个啊，安惠安呢，哦，跟神秀哦，这两个呢，啊，这个法师啊，宫中哦供养，请到哦那个皇宫啊，哦去供养。哦，万机之暇，哎，就是处理哦国家的事情啊，还有哦空暇的时候啊。每就一圣、啊、就很喜欢研究、哦、这个佛圣、哦、研究呢这个佛法。那么二师呢推让云、哦、这两位呢就、哦啊、这个推让说呢南方呢、啊、有能禅师、啊、就是讲六祖慧能禅师、哦、密授呢忍大师依法，就是、哦、在传授、啊、那个五祖的、哦、那个依法、哦、传佛心印、啊，哎，那个是正确的、正宗的哦，传佛心印哦，可请呢哦，那个笔问呐、啊。所以哦，各位前贤，我们哦，假如说啊、有另外哦，有看那个啊、《简德传灯录》跟呢《五灯会演》，那么它里面哦啊，这个也有记载，就是因为慧能哦，他本身呐、啊，就是我们都知道了哦，他的长相啊，生得不怎么样，对不对？哎啊，他说哦，我到皇宫去呀、啊，那一些文武百官哦，一定被我考倒，所以哦，他不去了，他就写信哦给那个神秀，说你哦长得啊比较标致，哦又比较高啊，神像好看，哦那个外表哦那个啊很好看，就请哦哎神秀到。哦，那个皇宫里面去接受供养，啊，真的哈、哦，
神秀有去啦，跟那个惠安也有到皇宫去，所以我们了解那个真正的那个领悟者啊，他不会有那个心结啦，他也不会有那一个利益啊纠葛都不会有，所以他还是请他去说你去的话可以教导他们，他们都会肯听的。啊，我去的话刚才看到我这个形象都已经多足侪去啊，莫讲啦，都刚才看到都多足侪去啊，所以他就写信啊，拜托那个神秀到皇宫去，这个是不记载在这里啦，因为这个在正式的传承里面没有，那个是另外的。那么金钱内侍啊削减迟招呢这个情眼厌的师啊就是慈念呐、这个师父上京赶快能够呢到呢京城啊去教导他们。那么六子就上表啊辞疾，就是表示说我啊身体生病了啦这个呢宴中啊临路在这个士林在这个这个比较简陋的地方养病生佛不愿意呢到那个皇宫里面去啊。那么薛简他就讲说京城的禅德啊皆与在皇宫里面文武百官他们都很多呢都有在修尤其那个时代啊这个对修道很重视义德会道啊他们都讲说要能够领会啊这个道必须呢坐禅习定，一定呢要坐禅习定，若不因禅定呢而得解脱者啊谓之有也。假如说呢不因为呢坐禅得到呢禅定然后才可以解脱假如说不经过这样的过程啊那绝对没办法成就了。那么为神施手说法如何不知道呢六子啊所说的法是怎么样。那么六子呢就讲说道由心悟啊这个道啊从心里面领悟啊起在坐也所以各位浅浅就是要了解道在心悟啊起在坐也前面我们还有这个六祖有讲过了说生来啊坐不卧卧坐不卧死气啊卧不坐一副臭骨头啊何为立功课有没有那个前面六祖已经有讲过这样了这边呢又明确的说呢道由心悟啊起在坐也所以这个道不是啊参禅打坐可以得来的是要我们的心啊去领悟啦各位就可以了解说我们这一年来啊是不是全部呢都在讲心那个性理心法全部呢都在讲心性啊都是从心领悟啊从心来做各位从心了没有还是从旧要重新了要重新来做重新领悟那个才是正确的我们呢不用在这个外表形象去装模作样一定呢要重新领悟。那么经云若言如来若坐若卧啊是行邪道假如说呢我们说如来各位浅浅如来是谁对对正确如来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是我们自己本身啦那假如说我们讲如来若坐若卧就是啊行邪道各位浅浅如来什么样的形象如来没有形象他尽虚空遍法界就是我们的法身我们法身呢就是如来
哦，所以我们一定也要正确的认识，哦，何故啊？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呀，啊，这个没有来，也没有去，哦，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的佛性哦，尽虚空，遍法界，没有来，也没有去呀，啊。既然说没有来，也没有去呀，啊，是不是当下哦就已经圆满？对不对？我们生从何来？啊，这公庙里啊，所以不要引。哦，无所从来啊！哎，我们百年后去哪里？哎，一无所去啊，没有来，没有去啊，是不是常住？常住就是真心啦，真心常住哦，就是我们法身，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安尼白话。一定要了解哦，都当下圆满哦，不缺一毫的哦，一点嘛都无缺哦。那一缺就是咱心生出来，各位的心圆满了没？没有。哪个地方缺欠了？所以哈，一定呢要哦熏习真理，哦，我们真理呢要一直哈反复的熏习，要一直听，哦，听到很熟悉呀，啊。说我们法身哦尽虚空遍法界，然后常住不迁，它没有迁变，没有生灭，哦，它是当下圆满具足，哦，我们假如说一直啊。哦，这样告诉自己的话，然后呢，正信啊，调止啊，哎，就可以达到了。那假如说我们不听的话，哦，甘是那甘我，就怀疑了，怀疑产生什么？颠倒产生什么？妄意产生什么？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哈，一怀疑了就颠倒，一颠倒就晃意啊，一晃意了哈就无明，一无明了就悭贪嫉妒了，哦，那我们哦，你看负面的都跑出来了，哎，都怀疑啊，哎，所以之前我们不是讲嘛哈，那个这个老人家晃东西哈，晃到已经忘记晃在哪里呀，哦，看到隔壁小孩都一直误会，嚯，哦，一定是那个小孩子偷我的东西。对不对？越看就越像，哦，那个小偷的脸都出来了。等到他这个东西啊一发现以后，啊，是我自己忘记放在这里的。这个时候再来看那个小孩，哎，怎么小偷的脸都不见了？好可爱哦！你看，我们的心里产生怀疑哦，那个整个脸都变化了。我们看人会不会这样？哦，对，都是会这样。我们都主观意识很强，哦，认为人家怎么样就把它定位，定位了一下，越看越像，哦，越看越像。哎，啊，当我们哦了解到自己不对的时候啊，再来看对方，哎，怎么都不一样的，哦，我们自己会惭愧啦。哎，所以哦就了解说，凡尘啊不能有怀疑。哦，我们呢，这个尤其修道啊，嘿，就是一定要诚，很诚心、诚实的对待人，哦，诚恳的做事，哦，李祖师啊告诉我们三个字：诚、恒、坚，对不对？哎，诚心、恒心、坚心，一定成就的啦，怎么会不成就？哦，绝对成就，哎，所以我们了解哦，啊，这个。无所从来啊，亦无所去啊，哎，没有来没有去，叫做如来，哦，如来都没有来去啊，是常住真心，是我们啊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哦，所以我们一定呢要自己相信，相信了没？哎，这一次比较有力道的，哦，相信的。那么无生无灭啊，哦，是如来清净禅。哎，我们了解说呢，
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呀、啊，哦，无生无灭，那个呢就是如来的清净禅，哦，就已经在禅定之中的，不免搁坐啦，都已经清净啊，哦，清净禅。那么知法空寂呀、啊，是如来清净咒，哦，所有万法知法就是很多的法，全部呢都是空寂呀、啊，哎，它都哦虚幻不实在的。那我们都知道了，这个叫如来清净咒。哦，所以在凡尘我们应对啊，哦，万事万物知道呢它都是啊虚幻不实在，我们要哦事来则应呢，事去则见，哎，这样呢就是哦如来清净咒，这样会了没？哦，一定呢要这样来行持。那么究竟哦无证啊起况咒也，哦，到究竟哎就是哦最顶点的时候啊，哦，无证，为什么？因为回归本位、啊、我们本来就有，哦，佛性呢本来就是这样，哦，所以呢，哦，不用做，哦，我们那个做啊，或许也不是说反对啦，啊，你假如说整天都很累了，做一做哦，恢复那个疲劳也好了，哦，不过躺下来，万里放下更快，哎，那个恢复的更快，哦。那么简约、哦、这个薛简呢他就讲说弟子回京啊，祖上必问、哦、那个武则天呢跟中宗皇帝啊一定会给他问、哦、验尸啊慈悲、哦、指示啊、哦、心药、哎、那个心药、哎、就是我们、哦、那个很重要的心法要点、哦、所以呢我们也是要抓到、哦、那个心法的要点。那么传咒啊，哦，两功，哎，就是武则天呢跟中宗皇帝，哦，及京城呢学道者，哦，那个文武百官，那么譬如一灯呢，哦，燃百千灯，一灯呢可以点燃百千灯，明者啊皆明，哦，那个呢暗的明呢，哦，全部都光明的，明明啊无尽，哦，这样呢，他的比喻啊也是哦蛮这个理想。可是呢六祖就讲、哦、道无啊明暗、哦、这个道呢它没有明也没有暗、哦、明暗呢是代谢、啊、之意、哦、有明、哦、就没有暗，有暗、啊、就没有明，所以明暗、啊、它是代谢、哦、代谢之意、啊、所以之前我们不是有讲、哦、讲那个释迦牟尼佛那个问舍利佛、啊、说那个千年暗示啊，那个暗示已经哦哦已经千年了，哎，那个哈、哦、就讲我不愿意离开，哦，那佛问舍利佛说哈、哦，哎，他可不可以做到？能做到吗？嗯，舍利佛说，只要你一点灯哈、哦，他那个暗一定要离开，千年暗示虽然住了一千年，他不得不离开，对不对？哎，他、啊、各位浅显，他暗跑去哪里？跑去哪里？所以哦，这个接下来这个问题就很有意思啊、哦！那个接下来说好哦，既然哦你灯一点了，暗不得不跑，那暗跑去哪里呀、啊？啊，一下唔知，还是走一道？所以哦，那个叫气无气处了，哎，好、哦、啊，那个明啊，一点灯啊，那个明从哪里来？哦，又是来无来处了，哦，所以我们了解这个真理啊，来无来处，气无气处啊，就是啊，哦，常住不迁。那常住不迁呢、啊，就是我们啊，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常住不迁，所以、哦、明暗、啊、都没有关系，明我们佛性也在，暗我们佛性也在，它不受明暗的影响，这样了解吗？哎，时时刻刻、啊哦、我们佛性都在、哦、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它不受外境的影响、哦、它是常住的、哦、不会变化。明明无尽啊，哈，亦是有尽啊，哦，相待立明，哦，那个相对待啊，立下来的名称啊，哎，所以我们了解哈、哦，
落入啊那个文字啊名相，都是虚幻，都是假的，哦，都不真，哦，所以相对待哦立名，故呢哦净明经云，哦就是呢维摩诘，净明经啊就是维摩诘经啦，哦维摩诘经呢哦里面有讲说华无有比呀、啊，哎就是华不能相比啦、啊，各位浅显。我们在凡尘哦，假如落入啊那个哦啊相比的时候啊，我们的烦恼很多，对不对？对。哎，这个夫妻跟夫妻之间哦相比，哦，你看人伊拢迄迄迄阿阿某感情遮好，啊，咱是啊，你拢无对我好，比不比呀、啊？还真的比呀、啊。所以哦，我们不能比啦，哦，这个华无有比，一落入哦，一比较啊，哦，小孩子一样，你看人拢读第一名，你哪会读个上尾名？哇，这一下子这个小孩子可怜了。所以哦，不能比，哦，各有各的啊，哦，因缘，哦，各有各的生活，嘿，要让他自由发挥。所以哦，华无有比呀、啊，无相待故啊，就是没有互相对待，华没有互相对待，就是我们呐、啊、不生不灭的哦那个佛性本体呀、啊，它没有互相对待，佛性有没有对待？哦，凡尘的现象有对待哦，佛性没有哦，没有对待，所以哦，华无有比，这个华呢就是佛性本体。那么歇节呢，他就讲说明比喻啊智慧，暗呢比喻啊烦恼。哦，修道之人哦，倘若不与啊智慧照破烦恼，无始的生死啊，平和处理？哦，这个是我们一般哈、哦、社会人士的那个观念哦，都是这个样子。然后六祖呢就讲说烦恼啊即是菩提，哎，他把哈、哦。那个根源啊，哦，这个指点出来，哦，烦恼，这个烦恼谁生发出来？佛性嘛，哈、哦，对不对？啊，所以佛性啊，它能够生发烦恼，它就能够生发菩提，对不对？哎，所以烦恼即是菩提，哦，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哈、哦、角度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哦，烦恼即是菩提呀、啊，那个是从根源来讲。那假如说呢，我们众生呢，哦，把那个哦烦恼生得生出来的烦恼，已经进入哦那个烦恼的内容，那个不是菩提了哦，那个是恶华，善恶的恶，恶华恶华。因为我们一进入到烦恼的内容，我们会去行为，去行为的时候啊，一定造业，造业、啊、就要受苦，哦，这样了解吗？在讲烦恼即是菩提哦，它是讲根源，讲那个生发烦恼的根源哦，那个根源啊是佛性本体，哎，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哦，哎，不能落入那个现象，落入呢烦恼的内容哦，我们生发念头的内容，那个内容哦，哎，我们按照内容去做啊，绝对不行，恶化，这样懂意思了吗？哦、要知道哦，不可以哦，死在文字底下，了解吗？了解。哦，不要以后人家已经烦恼的，哦，那个现象里面住得蛮严重，你还跟他讲说烦恼即是菩提，烦恼即是菩提。哦，那个呢，哎、叫做不屑洗布啊，哦。无二无别、哦、那个烦恼跟菩提无二，嘿，就是一啦，嘿，就是已经讲到佛性。那么若以智慧啊破烦恼者，此是二圣见解、哦、所以六祖就讲说用智慧来破烦恼，安尼就是吼、哦，那个二圣就是用小圣啦，就是讲咱凡世间修的吼、哦，金哦 A 哦那个小佛小圣佛法。哦、不是呢那个高的佛法、哦、就是一般、啊哦、凡人的那个见解、哦、阳路、啊、等级、欸、以外、哦、
拖车啦，啊，甲路啊拖车，伊有法度载足侪物件无？咱人若去哩甲，吼、哦，伊拖车，咱人若去哩甲坐，伊拖会行未？拖未行吼，嘿，所以都爱牛车来拖啦吼、哦，嘿，啊，白牛车来拖更加理想吼、哦，嘿，所以白牛驹啊，嘿，就是吼、哦、形容吼、哦，说我们能够度化众生，吼、哦，可以度化众生呢，到佛地。那么上智呢，大根啊，悉不如是。哦，上智大根呢，哎，不是这个样子。那么歇简哦，就讲说如何呢，是大圣的见解，什么样呢才叫大圣的见解？哦，六祖就讲说明与无明啊，凡夫见恶。哦，明跟无明哦，就两边呐、啊。哦，凡夫呢已经啊见恶，那么智者了达。其性无二，就是明的性啊，哦，跟无明的性，它没有二啦，是一，这样懂意思吗？嘿，所以相跟性啊，哦，是差很大啦，哦，相跟性，知道吗？相，形象啊，哦，像我们哦，这个凡人啊，有乾道有坤道，是不是相？是。嘿，然后我们性啊。哦，是不是一样？是。哎，乾道的性跟坤道的性是一样的。哦，所以假如说问呢，哦，观世音菩萨是男的还是女的？在我们中国哦，就会讲说是女的；然后在印度哦，就会讲是男的。那、啊、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他都不是都是、啊、因为他可以、哦、呈现男的可以呈现女的、哦、所以我们要了解、啊、我们的性是一个绝对体，然后现象、哦、它就有相对了、哎啊、我们了解、哦、相是虚幻不实在变化无常，可是性、啊、不生不灭、哦、它不会变化的，所以、哦、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啊，即是实性。哦，那个没有二，哦，那个性、啊、就是实相之性。那实相啊，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哦，那个呢，就是啊，哦，实相之性。哎，我们呢，每一个呢都有哦那个实相。那么实性者啊，此还于而哦不减。哎，我们哦凡人啊，处在凡人。哦，这个状态之中，哎，就是形象是凡人，可是我们的哦那个实相之性啊不减，没有哦啊减少，哦在玄圣而不增，哦在呢这个已经证悟的哦那个玄圣呢它不增加，哎，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哦不增不减，哎啊我们哦一般呢都会想说哦嘿嘿佛家管啊咱哦众生家给。都会高推圣境哈，自居啊悲屈，会不会？哎，一般呢都会哈。啊，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呢本身呐、啊，哎，就是佛，哎啊，这样呢哈，激励呀我们自己，哦，激发我们自己呀、啊，哦，努力的恢复啊我们那个自信的光明，哦，这样呢就回归本位。那么自烦恼而不乱，哦。我们要了解那个实性啊，哦，实相之性呢，住在烦恼，但是不乱，因为知道哈、哦，那个烦恼都是假的，哦，不真，居禅定啊而不急，哦，自在禅定之中呢，哦，他呢啊不落入啊，哦那个极灭，哎，就是哈、哦、不会进入啊那个如如不动，不断呢不长，哦，我们呢那个实，哦那个实相之性呢。不断呢，不长，不来不去，哦，不在中间呢，哦，极其啊内外，哦，就是啊，没有内外，没有中间，哦，不生不灭，性相啊如如，哦，性呢跟相都如如，哦，如如不动，常住啊不迁，哎，所以我们要了解常住不迁呐、啊，就是我们哦那个实相之性，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哦，名之曰道，哎，这样呢就叫道，哎，所以很宽广，哦，
那么歇简、哦、他就讲师说不生不灭呢，何意、啊、外道、哎、说呢六祖所讲的、哦、那个不生不灭、啊、那跟外道讲的好像一样、啊哦、然后六祖呢就回答说外道呢所说的不生不灭者、哦、将灭呢止生、哎、把那个灭、啊哦、止生，那么以生来显灭、哦、生、啊、来显灭，那么灭有、啊、不灭，生说不生，所以外道的那个说法比较着重现象，底下现象的果、哦、那呢我们了解说呢在道之中呢、哦、它着重在没有形象、哎啊、所以没有形象、哦、我们要了解到像我们所造的业、啊哦、它没有形象，可是很实际的会推我们到凡尘来接受果报、哦、所以我们现在、啊、在凡尘、啊、都是呢在接受果报，是我们、哦哎、以前所造的业现在呢接受这个环境、啊哦、来折磨。各位受不受环境折磨啊？受、哎啊、要不要去忍受啊？要、哎、还要心甘情愿、哦，不甘愿也要受、哦、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哦、我们在凡尘、啊哦、这个一切、啊哎、都是业力的呈现、哦、那个无可奈何、哦、像我们这个上次、啊、所讲、哦、我们呢要报冤行、啊、有没有，有没有听进去了、哎、就是、哦、那个针对、啊、我而来的那一些、哦、不合理的现象，那个就是我们以前哦、不合理对待人，现在、哦、不合理对待我、啊、所以我们就是要欢喜心甘愿受，把那个业、啊、了掉，了掉以后、啊、就他走他的路，我们呢走我们的路、啊、互不相关、哦、就不会再一生坎坷了。那假如说不甘愿，不甘愿也要处理啦，处理了以后、哦、我们会再遇到，因为没有了业没有了，所以第二次啊我们还是处理，心里又不甘愿，是不是没完没了？那一生之中是不是完蛋了？哎，怎么样过怎么样过都不会如意的、啊、那假如说我们欢喜心甘愿受，是不是越来越少了？哦，这个不如意的事越来就越少，哦，过的呢就会很理想，哦，所以我们了解说，哦，一定呢要自己呀、啊、哦努力。我说的、哦、六祖呢就讲说、哦、不生不灭者、啊、本质无生、哦、我们的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啊、它本来就无生、啊哦、今亦、啊、不灭，所以我们所生的、哦、各位前辈我们现在、啊、这个身体、啊哦、是众缘际会众缘机际、啊哦、而现的生相借我们用，我们现在的身体、啊、是众缘机际哦、很多因缘际会在一起、啊哦、借我们用的、哦、我们呢、哦、用到一个时间以后、啊、都要还给天地、哦、所有风土啊众缘际会借我用、哎啊、都要还的啦、哎啊、所以这个众缘而生缘际、哦、则生，然后缘散就灭了、哦、这个生灭、啊、是身体的现象，我们的佛性、啊、它不生哦、所以也不灭，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的、哦、佛性、啊、不会生也不会灭，不生不灭、哦、所生所灭、啊、是我们身体、啊、身体是借着天地的物质，所以我们了解、哦、我们在凡尘出生、啊、就是很多因缘，我们自己本身造的业跟父母、啊哦、结的缘，然后、哦、就在凡尘现象哦、一生出来了以后我们就要去了业、哦、把业、啊、全部了光了，我们就恢复、啊哎、这个本位，可是我们在了业的当下我们又要造业，所以就没完没了了。本来、哦、我们只有欠一点点起心动念、哦、一点点、啊哦、朝五角就好了，欠五角而已、啊、我们到凡尘来、哦、要来还五角，结果还到现在朝欠五亿他欠了太多赖皮都不爱害、哎啊、这个天地之间、哦、他
容不得你赖皮啦，你欠我这都是爱害我这，除非我们研究真理，了即业障本来空，了透彻了解真理，哦，没有业，没有障，这样呢，哦，都全部不用还的，这个最殊胜的啦。未了啊，还息还数债，没有了解真理，哎，你得要去害这，所以哦，或者都一直强调啊，众经百千劫啊，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啊，果报还自受，有没有？Hey,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哦、不能做的就是不能做，要把它用戒力戒掉、哦、全部呢不换、hey, 那好的我们做了以后又不记在脑海、哦、把它抛入虚空进入法性、hey, 这样呢就能够升值得本，懂意思吗、hey, 我们只要做好事、哦、记条条也变福报了、啊、福报来好不好？不好啊，我们不是在凡尘都追求福报吗？哦，比较来讲，哦，我们接受福报的话，哦，是现象的，很享福啦。可是各位浅显，我们在现象享福的时候啊，造业是最快。你看现在有钱哦，讲话暗声对不？嘿，啊摇摆对不？嘿，啊你看伊以后要做啥？起码呢，做小白以后要做啥？火鸟，不是在天上飞的吗？它很高傲啊！哎、欸，我们要拿望远镜去看。哎、欸，啊，那个小骄傲的七骄啊，哦，那个比较容易看到。哎、欸，处处挑哎，哦，哎，小骄傲，哎、欸，那个是比较多了。啊，我们修道就是不能有，哦，不能有骄傲。哦，骄傲呢造业，造业就要受苦，嘿、啊、所以我们不造，哦，不造那个业，所以我们了解呢，哦，我们的佛性呢、啊，它没有生，生的是我们的身体现象，哦，啊，我们没有修的话，哦，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主宰不了，哦，我们的佛性本体，啊，没有办法主宰，各位前人也变样啦，我压煞啊。哦，业力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在哪里现象啊。所以我们谈的话，那个很传神呢。贵心，贵心有没有？贵心呐、啊，贵一个心呐、啊，有没有？嘿，啊，咱要贵什么心？我们要够什么身啊？我们要回归本位。哎、欸，不够深的，哎、欸，不管够什么深都不理想，对不对？哎、欸，我们哦，进虚空骗法界，哦，走入啊，我们那个法身，哦，所以我们了解呢，本质无生，寂灭无昧，哦，这个真理所在，跟外道不同，哦，外道呢是讲现象，哦，这个是讲真理，哦，所以六祖呢说讲，所以不同，哦，外道。如肉呢，一知心要啊，但一切啊，哦，善恶啊，多莫思量，自然得入啊，清净心体，哦，所以各位浅显，这个但一切善恶啊，多莫思量，就是万年放下，是不是都一直在强调万年放下？哦，所以或许讲的没错了，绝对是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哦，哎，才得入心体，已经进入啊。哦，清净的心底，哦，就回归呢，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湛然常寂，哦，那个是原始状态啊，我们佛性的原始状态啊，叫做湛然常寂，然后感而遂通，有听过吗？哦，对，哦，我们回到本位的湛然常寂，哦，然后呢，哦，妙用恒沙。我们能够回归到本体以后啊，哦，那个呢，佛性啊，修正以后的佛性的功能作用啊，就妙用恒沙，哦，一粒沙有一个作用，非常多的功能作用，我们都可以把它发挥出来，哦，可以利益众生，这样知道吗？知道。你哪弄底咧看时间啊？
是那么急着要走呢，还是急着要问问题啊？是想说这个中秋快到了吗？我们再讲一下下啦，我怕后礼拜讲不完。这个歇蒙子、这个子教呢，恍然、大悟、礼辞啊规劝、就是、回去呢那个皇宫的、那个表奏啊私语、就是、用那个啊奏文、奏表啊向呢、那个武则天呢跟中宗皇帝啊、报告。那么其年、九月三日有招呢蒋玉啊师爷诗词啊老疾就是六子说这个年岁大了又有病了为政啊修道这个皇帝啊很会说好听话这个政呢就是皇帝在称他自己。那么国之福田国家的福田。那么失落呢静灵啊这个六祖呢就好像维摩诘维摩诘居士净明脱籍啊披野那个呢维摩诘他也是这个脱籍啊说在那个披野那个披野呢是一个城啊就是那个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的一个地方所在。那么他呢就在那个地方呢示现也一样呢在那边啊说他生病了那请佛派呢那个弟子啊菩萨去探病。那么阐扬大圣啊那个维摩诘师啊在阐扬这个大圣佛法传之佛心啊谈不二法就是唯一的不二法最上圣的。那么歇简传师子受啊如来之见歇简回来以后啊有讲说呢这个六祖啊有告诉他这个如来的知见。那么正积庆积善的一庆呢示众善根这个皇帝呢对佛法也很这个有心的研究。那么执师出世呢顿悟啊上圣和感和师温呢、顶载无以就是很感激啊这个六祖并奉呢摩那呢袈裟及水晶钵这个皇帝、送的赐呢少州刺史啊修士事宜誓师救济啊为国恩誓言把那个、六祖住的地方呢皇帝呢赐他一个名称叫国恩寺所以、这个也都是蛮、这个历史上呢确实啊都是存在的。那剩下有十分钟了、我们就给各位、问问题可以有问题吗？刘讲师，好，请说。这边有请写一个问题哈，闭着眼睛做万缘放下，一念不生，不知何故，老是有一道泥巴浮现眼前，最近则一片天空浮现眼前，请问这样做万缘放下，一念不生可以吗？一片泥巴。一道泥巴，开始做事一道泥巴浮现眼前，那现在是一片天空浮现眼前。这个你妄想心太浓厚了，做法是可以啊，正确的啊，就是哦，不要去注意那一些像哦，你去注意泥哦，这个泥巴注意天空啊，就已经哦是岩攀岩了。这个攀岩、跟万缘放下相违背，所以一定呢要放下再放下、看到什么都放下才叫做万缘放下，这样会做吗？好，还有吗？好，请说。好好，第一个问题，佛性是污染即不等，修正即不如，若是写修正即
不复意。若是写修正的这个字，他特别把它标出来，既不服应该是不对吧？因为佛性原本很正清净具足，不生不灭，不动摇，而且能生幻化，不需要修正。因为凡人都不认识自家佛性，所以要修持这部启发他，只有世心习性不符合真心佛性才需要修正。请问佛性不需要修正对吗？他这个观念哦，应该哦要把它融会了。佛性本身哈、哦、是染不得，为什么？因为佛性本身没有形象，没有形象哦，你再怎么染，就好像我们要把哦这个虚空啊哈、哦、画上彩色啊，怎么画都画不上去呀、啊。所以那个佛性本体啊是染污染不得。那为什么说修正即不悟呢？因为我们呢既然落入凡尘。哦，有形有相，哎，就是有业。那既然是有业，就是佛性已经哦，哎，沾了污垢。那沾了污垢啊，我们就是要把这一些污垢哦去掉。哦，所以修正啊，即不悟。修正就是修我们的哦脾气毛病啦、啊。我们在凡尘所有的一切不合真理的哦这一些呢，都是啊我们要修的。哦，所以我们也了解说，哦，那个习惯性里面啊，佛性里面很多都没有了。可是我们已经养成是一种习惯性，哦，尤其啊，最不容易修的就是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是众生啦、啊，哦，众缘而生的念头。那我们念头啊非常多，哎啊，所以哦，他只要说能够了解到佛性是光明，那起心，哦，起不起心动念？没有念头的吗？哦，真正的道没有念头啊，哎，那个才真的可以说修复了哦自己的佛性，恢复光明。哦，所以这我们要了解到，修到越高程度的时候啊，那个修正就越困难。哦，那出钱的行为啊，那个都容易啦、啊。哦，我们要呢，哦不为非作歹，那个都是很容易。哦，要到呢，哦心里面的做功夫啊，那个起心动念啊，你不要起。起心动念就是无明，哦，无明啊就是造业。既然有念呢，就有业；既然有念呢，就有众生。众生没有度尽呐、啊，哦，自己的众生没有度尽，成不了佛的。还有吗？啊，第二个问题，有讲师说修道也是超越现象，请问各种流行病疫苗是否都应该要去打预防针？像沙士、禽流感、流行感冒、牛蹄疫等。太多针都要注射，把这么多死掉的细菌注入身体，何好？何况这些疫苗大多不是长期研究验证上面，再说感染也都是有因果关系，所以修道人是否该打各种流行病预防针？所以啊、哦，有时候啊，我们要了解到这个不要钻牛角尖呐、啊。好、哦，我们修道呢。哦，是越简单越自然是越好。哦，当我们台湾发生那个哦沙士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或许是哦七天啊，一个礼拜啊，有七个地方要讲课。他一出门哈、哦，那个坐车都要写单子啊。只要我们那个车上有一个人他有哦沙士啊，我们都要闭关。哎，就要关起来了，哎啊，所以或许就写了一大叠哈、哦，准备上车就给司机，哎啊，所以那个时候哈、哦，哎也没有什么打预防针，也没有什么出药，所以我们要了解哈、哦，这个哦，一方面呢，当然我们不是那么的哈、哦，就是自以为是啦，可是一方面我们也不用哦太逃避啊这一些。哦，自然法则，啊也不要哈、哦，自找麻烦啦、啊，哦，这个不需要的时候就不需要了，哦，不要说什么都去打，什么都去打，本来没事啊，一打了就有事了，哦，不要自找麻烦，修道越简单越好，哦，越简单呢越接近了、啊、我们清净的佛性，哦，不要呢自找麻烦，好，你说。好，重点讲。
有禅师嘛，那后来有回去看的有禅师所给我们的不是我们的资料，对啊，那最后面有一些这个冥想因子嘛，那后续因为很少接触到，想请教有禅师。好，你说。他分别听到有空观、假观跟中观。好，那或许是想说，这个中观是就是这个中道观啊，对对对。那跟空观又有什么差？空观哈、哦，它就是全部都是关照我们哈、哦、那个佛性本体。那假观哦，就是我们的凡尘的这一些假象现象。哎，那、啊、所以那个哈、哦，空观叫做真谛。假观哦叫做熟地还熟啊熟地啊，那个中观哦就是把它综合真观哦跟假观把它合起来，我们去处理呀、啊，我们也不偏离呀、啊、佛性本体，也不偏离社会现象，我们把哦佛性本体跟社会现象两个合起来，啊合起来哦应对哦是真正的哦那个中道。都不偏哦，不偏一边的，不偏两边的。空观哦，真谛全部都是佛性本体；假观是实谛呀，全部都是凡尘现象。哦，啊，中观呢，就刚好是中道中谛。这样了解吗？还有吗？还有两分半，还有问题吗？我们修道哦，就是要了解到哦，在我们这个现象之下哦，尽量啊从心地啊去做功夫哦，我们的心地啊很重要哦，万年都放下，一念不生呐、啊、哦，一定要记得住哦，万年放下。假如说我们能够呢哦，进入啊到性分之中，连在睡觉啊、做梦的时候啊。都会告诉自己万年的放下，万年的放下。哎，那个睡梦之中哦，哎，那个呈现的哦语言呐、啊，哎，也是一样在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哎，那个已经哦就进入啊我们的潜意识了。啊，我们进入潜意识哦，那个做出来的功夫啊，我们会哦哎进步得很快，而且哦，只要你做这个功夫，你早上一清醒过来。精神饱满，绝对非常舒服啊！哎，那个哈、哦，很多的疾病啊都会消失，哦，所以会很理想。好，请说。想咨询一下，那个或许在工作可以听 MP3， 但是我们工作是要专心的做，那我听 MP3 是会分心，那这样很好。好，请说。最理想的时候啊，哦。当然是专一啦，哦，工作的时候啊专一工作，哦，休息的时候啊专一休息，哎，然后我们呢，哦，听呢这个真理的时候啊专心听。不过后学导师发现哦，这个只要我们一开始听真理哦，导师好像催眠了，很好睡，哎，本来睡不着的哦，一听了就睡着了。假如说做的工作需要专一，你又在听的话，那样分心哦，对我们有伤害，没有帮助哦，所以不要做这个事哦。专一就是专一，工作就是工作，嘿，这样容易修。虽然你没有在听，可是你专心在工作，已经就在修道了。这样了解吗？了解。好，请说。阿进。有想思考，或者刚刚听到你说没有因缘不会起心动念，那这个因缘是业的因缘还是在相的？好，你请坐。我们要了解哈、哦，这个起心动念啊，它的那个来源啊，一定是由我们哦周遭经过的事情，已经呢哦映入我们眼帘。然后呢，耳朵又听到声响，然后呢，又心里面以前有经过的事，很多哦忌讳，众缘忌讳在一起，让我们起心动念，是不是众缘积聚啊而现的声响？
众缘积聚，然后产生念头，哦，它不是单一的啦。所以我们要了解哈，哦，那个单一的哈，哦，还好一点，哦，就是呢这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啦，啊，哦，那个一定是哈，哦，幻想世界啦。那幻想世界哈，哦，跟我们那个起心动念啦，啊，然后有一点差别。幻想世界呀，啊，幻想世界浓厚，它容易写文章啊。那我们哦，起心动念那个是在凡尘处理事情，嘿，所以那个角，那个来源的那个角度不同。这样有印象了吗？下课。